知道为什么说你说的多吗？我心里委屈了。哎，别委屈了。老师们之所以说你，是因为你只要做一点努力和改变，你们的关系就会特别好，不是说你做的不好。听明白了吗？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 来，请关门。啊，所以人对于这种温饱满足之后，确实需要更高层次或者更深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追求。这不是追求精神沟通来了吗？是希望自己的家庭变得在精神上更愉悦、更享受。出了一些事儿，听起来像笑话和闹剧。 但是又真实反映出了他们夫妻之间的一些情感，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误会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导向有问题啊？说这男的在外面，这样你们也不说他。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他的这种做法本身是错误的，但是大家不是要批判他，这个节目的目的还是提供不同的思路，帮助我们的嘉宾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幸福。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关注节目信息，请关注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 PPTV、 GDI7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现在，请您拿起手机，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下面我们来看看。 这大哥怎么表现吧，请抱抱去啊。 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来来来来，多久没抱了？像这样，经常抱。经常抱啊！啊，对。哎呀，那还那么不自然的呢，看着。 来，请这边走。来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老婆爱你。请亮灯啊。 这是送给你的，要保湿易贝湿。
祝你们幸福，请回。